生。按照朝廷的律例，上空官府的人员必须要升级军庭班，以示境界。接着后，武高官员请大人裁示。免了，林中雄是一死犯，一是不怕刑罚。本府要依你复言，让两方都不怨言。多谢大人，明镜过现。林中雄，你叫阮上课，就是指责讲狄官令判决不公，判你死罪是冤枉。如果指狄官令受迄个无害你，你这多讲来到府下，请求伸冤，对唔对？对。那安尼，狄官令受迄，你哪会知呀？是凭你的猜测，迄才是正。大人用兵啊，写你清明的本府问你，你讲狄官令受害，你有证据无？回禀大人，林中雄的冤枉，合家的人都要受重刑，这阵的代志是苦道亲自跟我讲的。回禀大人，苦道根本就无讲这落话，那是伊后面讲的啊。本府问你。李将军，是。贪赃受贿，既然个无证据，就暂且不问。先调查清楚，命案有无关系，再去讲。来啦！将刑审阿元押去。是。公主。你唔通放我袂记，老夫人伫咧等你。是林公主，你免硬气，天公庙一定有目睭，肯定会找你的。老夫人伫咧等你。我老刁民，把老公都放落去，放落去。恁两个，什么人是苦主？冰大人，什么人是证人？林如是证人。冰大人，我是苦主。老少婆，你先讲，恁人是安怎死？冰大人，我根本都唔知影这件代志。老侯伊暗强送回来了后，伊暗就死去啊。然后我去医方医问的时阵，医方医的人甲我讲，讲老侯的死去哦，林中庸活活拍死的。嗯？你去医方医是问什么人？我是问黑妈妈，黑妈妈甲我讲，讲林中庸将老侯拍受伤。老实讲，林中庸打死老侯，是你亲爸看？是，你后边讲，
我甲伊老侯伫咧争执的时阵，你根本也无伫咧房内啊！嘿，我就亲目睭看到啦，看伊老侯倒伫涂骹，恁搁摇过伊头，对老侯头甲直直甲讲了，你讲都无。你又袂讲，大人，我是冤枉，求大人免灾。俊才大老爷，你一定要替我后代伸冤，我是冤枉的。公堂上兄不准操劳，不论自由公断。林中雄，你有承认怕上哪样？大人呐、啊，虽有争执啦，是今宵的论将怎袂来的名门？林中雄，这是实情啊！是只有我想，是做应定，也论做嘛不该啊。也看起因，伊春酒心事重重，事后有后悔。我已无想，又无因，可怜害伊也归因。道场的头巾。林中雄，你所取玩乐，只是因为你罪不该死，官令定罪过重，不如自然的以调停入地伏案，再作定断。来呀、啊！林焕修啊，退堂。老叔，林中雄自然案。依你看，应该安怎处理较好？启禀大王，伊同王今日之处置就非常的高明。两组对峙，案情是已经明白啊。我认为林中雄以误伤人命，罪是不该死。主州官的判决是有较重一点。唐王是要替林中雄减刑改罪，依你看，敢适合？学生是唔敢讲适合，或者是无适合的。只不过身在公文好受刑，会当了伊一命免死，固然是好事一件。只不过，不管啦。不过安尼一来，岂不是承认？丁州官已受害了。哪里？唐王，你唔通忘记，林中雄换角的理由，伊就是讲丁州官受害，要在江中甲谋杀，这指控敢会可靠？当然不可信，你不过是想方一面之词，无凭无据。你看懂？林中雄已经被死罪了，你何必多出一句，在各种变无害？唐王，既然指控不可信，就是表示丁州官并无受害。林中雄越界是事实，假使若对伊减刑改罪，岂不是鼓励全天下犯罪者轻启效法，甚至有理？是伊都对。本府哪会无去想到这点？为国公冤头倒转来，林中雄是吐火的心啊，藐视人民，傲打威罗帝室，而且观察业一遭，收买行商，帮助伊脱到别个犯案，事后阁无悔悟的意思，就是丁州官判又较重，嘛是罪有应得。老夫子，你哪知林中雄？伊是一个讨好的心，大王，林中雄流连见伊藐视人民，在见伊拍死人，讲是拍小可轻伤，这毋是讨好的心的强词夺理，横插入耳朝，也无普通人敢讲会出来。
手不能消毒，要出兵兄弟，你讲董雄兄定死罪，听讲唔是有化林公主杀人的罪，伊认为讲其中并无完整啊，所以讲按照原来的判定，等待秋后处决。李大哥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忠雄啊！你先慢些紧张，好佳哉，唔是斩立决，等候秋后处决的时阵，也阁有法度减刑。讲这是甚物话？忠雄根本是冤枉的。李大哥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替忠雄伸冤平冤。我当然嘛是要替伊伸冤，也毋过，总嘛爱有伸冤的理由。以讲正经，袂用去编我一句话，就来翻案啊！李大哥，你竟然会讲这款话？料到岳父一定袂替忠雄平反咯。唉，官官相卫，若要去实个证据，啥物人愿意得罪忠良，办这种翻案的官司呢？要若来讲起来，忠雄的冤案，永远都无可能通我平反咯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，请两位何位？是。两位请。大人，大人，佩五位在，马上带王府的腰牌，即刻赶去见黄知府。你就甲伊讲，林忠雄有牵连到王府的窃案，必须要多加保护。你的人就留在迄个大楼，负责林忠雄的安全。是。马侯卫，在。我现在就写一封的密函，你连夜赶路，去到迄个省城的巡抚，见伊洪大人，将批交予伊，要伊依计行事，顺便待遐等伊的回音。是。李大哥，准备文房四宝。嗯。Oh!
经吃饱，咱当时要去探家。哎，唔免着急啦，先找一个所在住落再来讲。我实在真唔敢想，表兄会逼急我到什么形。伊啊，伊即摆会当活命，就已经袂歹啊。收淡薄仔，即偌济，哪有啥物要紧的哈？为什么？实在是最梦想的，那突然间走一冰山王出来。是啊，更加奇怪的是，讲王府消息那遐尼啊紧，这台情愈压愈大嘞。今朝要走啊？请上去。是张兄，咱为什么都要惊伊？不是惊伊，伊不应该在这个所在出现。为什么？卡斯完案也是平反，张兄都是罪魁祸首，伊要哪有可能在这个所在出现？应该是去用收押去才对啊。判断，请坐。小的随你来通报。好。啊，恁是，请坐啊。大姐，这是什么所在？看起来，敢那真有钱的款哦。这个主人姓苗，是我过去的结拜兄弟，伊的外号啊，叫做两面杀手。两面杀手。啊，放心啦，那是以前的代志，现在已经收下小手啊，啊。在做啥？我想你暂时住在这。咱敢不是讲好要去探家的？燕儿啊，代志已经有变化，即马唔爱讲着急要探家，先听候讲咱探听清楚了后，才阁拍算。来来，遐坐遐坐。也唔过。哎，坐落坐落来了。哎。汉二哥，是你哦、喔！罕见罕见嘞，这么侪年无见啊！啊，今日是啥物风，甲你找来的？啊，哈，弟夫啊，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二哥的我今仔日来，当然有代志要爱恁甲我斗相共啊！哦，汉二哥要用到阮阿母的所在哦！啊，有哦，当然有哦！哈哈，哎，有影，老三嘞，人去倒位，叫伊出来甲我当面讲，我甲伊讲好势。哎呀，汉二哥，你来的真无拄好，苗虎伊拄仔无伫咧厝诶。去倒位啊？啊，着拄仔好，甲人去讲生理啊。讲生理？伊敢会？廖三哥，我知影讲哦，你最生理的规矩，爱看着银两啊，到做代志，所以准备这500两，请你先收起来。等后代志若成功了，后手一半随时给你。真实的，我四秒的已经收卡洗手20年了，今仔日搁接这单生理，规矩拢改变了。我爱一拜父亲。会用的，另外一半，我三天以来一定付清。啊，那呢，三天了才阁讲。哎，大哥，苗三哥，你莫安尼啦。你着看起来，你嘛知影，张爷有那真豪爽、真内行开的人啊。伊会安尼做啊，就是讲这个代志、这个生意哦，咱家决定起来，好、哦。等后以后呢，大家拢总袂反悔啦。对，苗三哥啊，这500两银你先收起来，算作是定金。另外那一半的买款，我三天以来一定双手奉上，到时阵你才动手，安尼好。敢讲恁惊我将钱收起来了后，唔认这条数？嘿，你爱讲笑咯，啥物人唔知影苗三哥的金利招牌？叫你三哥顶一头，细林的伊就死定了。是啦是啦是啦，
虽然现在县里面关系搞得很，下面几年时间不可以，要不我的心关不好。哪里真好，咱就一言为定。